电源插孔这些地方是最容易藏摄像头的位置。见面就下次吧，我这次过来主要是出差。知道你吗？所以我专程来接你。上车，前面有管就到了。你去我房间了？哼，没有，我一餐已经没来找住所，所以就提前给你准备好了。多谢了。老同学了，客气什么？啊，不早了，你早点休息，我先回去了。那路上慢点。为标明房间的排列顺序，他却在下电梯时第一时间指出房间的方向。他为什么要强调自己没进来过呢？愣着干嘛呀？该洗漱了吧？电源插孔这些地方是最容易藏摄像头的位置。哎，爷爷。喂，前台吗？请问一下，开311房间的李先生，之前来过房间吗？哎，有排队吗？稍等，我帮你查一下。啊，好的，谢谢。我们查过了，他看完房就走了，你进不好意思。